天空，游戏在风中不断追逐他的梦。天空是永恒的家，大地就是他的王国，飞翔是生活。我们的童年也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地生活。红色的蜻蜓是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它一起飞。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我们都已经长大，中不断追逐他的梦。天空是永恒的家，大地就是他的王国，飞翔是生活。我们的童年也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地生活。红色的蜻蜓是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他一起飞。当烦恼越来越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各位现场家长，大家下午好，也可以说是晚上好，很开心你们可以来到这边来参加孩子们人生中的第一场毕业典礼。在这边也要先感谢爸爸妈妈对于我们游安游旅的支持与肯定，选择游安让你的宝贝在这里完成了校园学习的第一个阶段。今天是他们人生中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他们要在今天拿到他们人生中的第一张毕业证书，和我们今年第24届的神奇宝贝们毕业生已经在我们拱门后方做好准备，在最爱他们的爸爸妈妈陪伴之下要来接受大家的祝福。现在我们现场所有大朋友小朋友，把你的双手借给我，然后把你的目光转到我们星光的那边，用热情的掌声为今天的活动揭开序幕。好，我们欢迎我们两位大班的老师，何老师还有嘉靖老师，来个尖叫声好不好？好，接着就是我们后面的全体的毕业生。
好，来于真，梁于真，好，大手牵着小手到舞台中央，跟大家挥挥手，接受大家的祝福。田冠纯。段雨婷，这个是黄佩蓉。欢迎陈香玲。陈美君。好，我们继续过。阮总是跟著你的脚步，一生的爱拢有你，只要你过著好日子。陈文杰，因为你给阮勇气，加添人生的意义。今天是孩子们最终的第一场毕业典礼，那有个小小的动作，我们希望由爸爸妈妈为你的孩子别上毕业装，好结束第一个阶段。这个毕业装呢，透过爸爸的双手帮他别上，就好比有他们的心心，那一样也是祝福。有好消息之后呢，也期许也希望你未来都能够好好的生活。照顾养育之恩，所以呢，我们这群二十四届毕业生所有的宝贝们呢，准备了一首歌曲，要来送给最爱他们的。宝贝们转过去看着爸爸妈妈，老师请将花束交到孩子们的手中。妈，听现在的妈妈，你们还记得你的孩子何时学会走路学会爬，一路走来到了今天，孩子们在我们幼儿园完成了校园学习，孩子们真的长大了也懂事了。我们特别利用我们毕业典礼安排这个小小的流程，小小的仪式，让我们的宝贝懂得对父母感恩，对爸爸妈妈感谢。
好，来的宝贝们准备哦。等一下，我们要把对爸爸妈妈的爱、对爸爸妈妈的感谢，大声的说出来。情感恩铃。都说过对爸爸妈妈的感恩跟感谢，我们要勇敢的表达出来。我们是学校的大哥大姐姐哦，我们要再来一次哦，我们让楼上的弟妹吓一跳哦，再来一次哦，看起来最棒，请感恩你。人数也没有很多，可是在这边呢，就好像是一个大家庭。那也特别感谢爸爸妈妈陪着孩子们上台，来接受孩子们对你的感恩。在相信呢，在这里读书成长的孩子，都是最棒、最有礼貌、最懂得感谢的宝贝。我今归何处？谁在下一刻？好，宝贝们，请站好你的位置，要记得看前面，带着你可爱的笑容，相信你们会越来越勇敢，因为你们真的长大了，也懂事了。就好像是孩子们白天的爸爸妈妈，因为呢，爸爸妈妈，你将孩子带离开之后，回到家吃个饭，休息一下，洗个澡，就准备要睡觉了。可是呢，陪着孩子们共同学习、成长最多时间的，其实就是我们老师们。那今天是他们的毕业典礼，相信呢，我们两位老师应该有很多话想要对我们的宝贝说。好，首先我们要欢迎嘉靖老师，掌声欢迎一下。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一样。Hello， 亲爱的家长以及小朋友们，大家晚安。哇塞，我们向日葵班要领到人生中的第一张毕业证书，对不对？对。来点掌声一下。恭喜。好，在幼安幼儿园呢，我们有宽大的校园，而且每位老师都很细心的照顾小宝贝哦。我们小宝贝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上学。如今他们现在要升国小了，很厉害。那我们向日葵班的小朋友，我要谢谢他们，因为啊，他们陪伴着老师，每天跟着老师，围绕在老师的身边，分享大大小小的事情。哦，有时候呢，他们讲的话都是很甜蜜的哦，让老师很感动。现在他们即将要毕业了，有点依依不舍，但是还是要给他恭喜啊！恭喜小朋友要升上小学了，好，再给他们拍拍手。小朋友要跟我讲说，老师你会不会流眼泪啊？哦，好紧张啊，也是会小小的有点感伤。但是呢，到国小一定要很专心、很认真的上学，你们说对不对？对。很棒哦，给他们一个大大的赞。哎，希望他们上小学之后呢，能够学业进步、平安健康。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嘉庭老师的祝福。接下来我们欢迎另外一个大班老师何老师。亲爱的家长、小朋友，大家晚安。晚安。首先呢，先感谢我们今毕业班的家长这些年来对老师的信任与支持配合，因为有你们的支持与配合呢，老师在教学上才能够无后顾之忧地陪伴着孩子长大。谢谢你们，小朋友，时间过得非常快，你们就要怎么了？毕业。对，你们就要毕业了。也代表你们的幼儿园生活就要结束，要离开幼安幼儿园喽。那老师还记得你们刚入园的时候呢，有的很勇敢开心的上学，有的呢每天哭着要找爸爸妈妈，遇到点心时间，老师我不要吃，我不要喝，让老师伤透脑筋。可是还好，我们每天的相处，你们跟老师慢慢建立起感情，终于也开始信任老师，我们还能够很开心的游戏学习。每天早上都还会收到小朋友送给老师的情书，老师的心情是很雀跃、很快乐的哦。那如今呢，你们就要毕业了，不好意思，我看你想走。你们都把老师当成学校的妈妈，和老师分享许多事情。看着你们在不同阶段的学习，老师的心中有满满的感动，也非常的谢谢你们陪伴着老师，让老师有很多很多美好欢乐的回忆。如今你们就要毕业了。老师希望你们在上小学之后能够一样开心的上学，在玩乐中学习，不怕困难，不怕挫折，勇敢挑战，好不好？好，谢谢你们，有你们真好，我的稿子都乱掉了。韩老师加油。好，也要也请你们一定要记得老师常常说的一句话，做任何事情之前一定要先怎样，动脑，想一想事情的对和错，对的时候我们再去做，也要勇敢的为自己负责。老师知道你们能够做得到的。接着这一次老师呢真的要放手让你们展翅高飞了，期望你们在上国小的学习旅途上一切顺利，祝福你们平安健康长大，毕业快乐。不好意思，谢谢大家，其实我漏了很多，没关系，老师谢谢大家，毕业快乐，谢谢小朋友。来，我们一起说，老师我爱你，老师我爱你，再给他们掌声鼓励。谢谢我们两位老师的祝福哈，那个眼眶哈和泛泪一直不让它流下来。好，那现在呢，我们的毕业生很厉害哦，他要准备了两段的自答词，要来为大家祝福。我们有美语自答词，有我们的中文的自答词。那我们希望现场家长再次的把你的双手借给我，我们一起用热情的掌声欢迎他们带来的美语自答词。妮妮老师，
谢谢第一组的毕业生带来的美女自答词。那两边交换队形，那这美女呢，也就是我们幼儿园的特别安排的课程哦。我们让孩子们培养国际观，所以我们特别加强他们的第二语言专长能力。那听完美女自答词之后呢，接下来欢迎我们第二组的小朋友带来的中文自答词，爸爸妈妈请拍个手，给他们掌声。接下来就是属于他们荣耀时刻了，因为呢，他们要来领取他们人生中的第一张毕业证书。我们要来颁发毕业证书，叫到名字的小朋友要记得大声打哟，看谁最高。赵玉成，掌声鼓励，恭喜他们要毕业了，毕业快乐。接着是我们第二位钟明翰，看前面。好，接下来是湘琪。游景区，哇，很有精神哦。梁于真，田冠成，很好。来，我们请何老师为我们颁发毕业证书。施雨婷，黄佩蓉，哇，你们今天都穿得非常漂亮，非常可爱，记得带着笑容来接受我们毕业证书。陈千里，陈美君，黄俊佑，接下来是陈佑玲，陈文轩，张静明，陈云杰，老师和老师来个大合照，记得把你的证书拿在你的胸前，带着你可爱的笑容一起看前面。哇，你的爸爸妈妈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在帮我们拍照哦。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再次给他们掌声，恭喜他们毕业了。好，第一位吕定伦，很棒哦。再来是梁伟哲，谢炳恩，哇，这几个男生都非常有活力。
刘敏香，庄明祥，蔡科元，郑俊廷，陈哲平，林彩玲，林崇勋，李佑成，黄以琪，年俊勋，黄博瑞，邱彩萱，好，那我们往中间靠近，对，往中间靠近，来，丁等往中间靠近，伟哲往中间靠近，恭喜你们要拿到毕业证书了，那我们跟何老师来一起合照，看前面，一二三，把你的证书不要挡到你的脸脸哦，来，二二三，再来一张笑得开心一点，三二三，我帮我们掌声恭喜毕业了，享有钻吉普咒，现在呢我们要大声的唱出我们的毕业歌蒲公英好不好，好，爸妈掌声鼓励，欢迎他们带来的毕业歌曲，thank you.
毕业快乐。好，拍照队形。那我们请大班老师。好，那我们的两位大班老师，利用这个时候呢，这首毕业歌的最后面呢，来跟我们全体毕业生来个大合照。好，老师注意一下，我们第二排不要被挡到了，前面的小朋友帅一点，帅一点，都是男生，帅气的 pose 看前面。好，给你三个动作哦，自己想一下哦，预备备，一二三。好，再换一个动作哦，看谁最厉害，二二三。哦哦哦，不错不错，大家要像何老师一样动动脑想一下，最后一个动作，三二三。好，现场的爸爸妈妈再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掌声祝福我们今年第24届全体毕业生，也谢谢我们三位老师，谢谢。哦，就一定要喊，谢谢你们，谢谢。好，来，那爸爸妈妈，我们中场休息，在台上做好准备喽。那爸爸妈妈，如果您已经准备就绪的话，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掌声，掌声鼓励！这是我们的第二阶段的开场表演，《公主王子百分百》。Thank you.
拍手。好，那我们给爸爸妈妈拍照时间好不好？来，爸爸妈妈拍照时间，你可以往前拍照了，赶快把破。OK， 好，看蔡老师。好，我爸妈再次掌声，谢谢学长妈带来的，给他们拍拍手。蓝鸟小屁股，看着老师动一动，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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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洗洗澡了。哇，你们好棒哦，往外动一动，手搓搓啊，好开心，跳跳跳。天蓝蓝，白云飘，背起小书包，花儿开，鸟儿叫，太阳公公笑，先刷牙，勤洗澡，我是汉堡包，爱妈妈，爱爸爸，我要快快长高。小飞机，纸飞机，一起做游戏，冲冲飞，嗡嗡嗡，蜜蜂在拍你，草儿绿，春天到，世界多美好，爱妈妈，爱爸爸，我要快快长高。哇，我们辅导班的宝贝们都好厉害哟，带着你们可爱的笑容，看着我们前面老师，我们一起来跳舞给爸爸妈妈看哦，摇一摇。哇，等一下表演完有饼干可以吃哦，我们要去吃饼干，有吃糖果咯，加油加油。蔡叔叔说有麦当劳哦，有鸡块哦。一起来唱唱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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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好可爱哟，我要快快长大，长大了，爸爸妈妈给我们拍个手，爱心爱心，啾咪啾咪。好，葡萄班的家长拍照时间，你可以往前一点点，赶快帮你的宝贝拍照，你可以这样。哦哦哦，这么嗨。曾经领奖过。
好，我们的辅导班的宝爸妈也请入席就坐。来，辅导班的小宝贝，我们跟着老师，我们到台下休息了。那孩子们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用最棒的掌声欢迎辅导班带来的赛车恰恰，请拍拍手。谢谢樱桃班的爸爸妈妈，请你们蹲下来，谢谢。开车车了，扭扭小屁股，看谁最厉害哟、哦！来，跟老师一起开车车。上班的路上就是恰恰，下班的路上还是恰恰恰，吃喝都一起来恰恰恰，单身的街头就是恰恰恰恰，金枝玉叶里面都是恰。爸爸妈妈，拍照时间，你可以站起来往前喽。小宝贝们，看前面，樱桃班的小宝贝，请看前面。哇，刚才你们都拿着铃鼓开车车耶！爸爸妈妈要帮我们拍照了，一二三，我们给他们一个可爱的掌声，无敌小可爱，拍拍手。哦，音乐来了，音乐来了，赶快动起来，动起来，蹲一蹲。小可爱，我祝你花花，你像我脑袋。好，大爸帮忙唱。先祝你花花，个个都发财。时光机花花，它变那么快，酷鼻子花花，永远发光。我们是无敌小可爱。Yeah.
是无敌的无敌的小可爱，有智慧，所有六神怀，最爱的宝儿转来，草原天真小乖乖，我是无敌的无敌的小可爱，有时调皮，有时候也很。起来，无敌的无敌的小可爱，拍照时间，赶快站起来，小朋友来，赶快赶快，我们摆出可爱的姿势，因为我们是最厉害的小乖乖，我们是无敌小可爱，爸爸妈妈要帮我们拍照了。怎么没有拍手？这么厉害的动作，看到大陆动作就要掌声自动响起。先来个掌声。
谢谢。好，不要离开，不要离开，老师等一下，给爸爸妈妈拍一下照。好，转过来，来中道班舞蹈班的爸爸妈妈，请往前帮你的宝贝拍照。来，第一排蹲下来，后面的站起来。好，一起看前面。如果你的宝贝脸被挡到了，就请提醒他一下，让他站起来拍照了，拍照了。我们的是法夫冰淇淋。可是我们一样会安排特别的动作哦，加油！巴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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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淇淋，香草、芋头、花生还有巧克力，一球、两球、三球、四球贴上去，我来吧，巴布巴布冰淇淋。可爱，掌声鼓励。好，就这个动作是不是？好，来拍照时间。我们赶快往前。好，后面的小朋友，你站起来一下，好不好？来，那个三位小帅哥，还有小美女，不然爸爸妈妈拍不到你们。来，一起看前面，一二三，好可爱哟！再来一张。他们要带来的曲目是《响彻云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现场掌声也可以响彻云霄，拍手掌声鼓励。Ha!
胸。粉丝后援会庞大哦，来给你们拍照时间，宝贝们来看前面，看前面，爸爸妈找你们的位置了哈，拍几张，一二三，换个动作，二二三，再来个动作，三二三，再给爸爸妈十秒钟的拍照时间，赶快把握机会，多拍几张，多拍几张，对，多拍连拍都没关系，回去再慢慢挑选就可以了。好，如果你拍完的话，就可以请你入席就坐，谢谢。跟大家挥挥手。好，等一下，拿个椅子给他。好，再来是我们的嘉靖老师，再来是 Christine 老师，我们的陈老师、周老师、甜甜老师，还有我们的卓老师、以真老师、佑平老师、玲玲老师、吴老师。王老师以及所有才艺班的老师也请上台，那舞蹈老师、二胡老师、美语老师也请上台，那我们就一起用我们最棒最好的掌声来欢迎全校的宝贝跟我们全校的老师一起来这一首大合唱《彩虹的约定》，宝宝妈掌声鼓励。哇，我们要看谁最厉害哟、哦！我们就用这首歌，要谢谢爸爸妈妈来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来看我们表演。用彩虹和你约定，风雨过后阳光会微笑，平安的长大，迎接希望的未来，就像红橙红绿蓝靛紫。蔡叔叔要送上一束鲜花，感谢我们学校老师对孩子的付出，那跟家长的沟通也非常完美，完全没有问题，老师你们辛苦了，宝贝们加油，一起走过童年的记忆，快乐的长大，迎接灿烂的未来，就像红橙黄绿蓝最棒哦！彩虹是希望。哇，小男生最厉害的。也是最真的爱。小女生也很大声耶。亲亲宝贝，我们爱你到永远。彩虹是幸福。
在后面跟着大家一起。再次感谢现场所有家长的莅临，来参加我们幼安幼儿园第24届的毕业典礼暨游艺表演。那我们今天孩子表现得非常棒，在这边也要感谢爸爸你的配合跟帮忙，那我们活动可以顺利的进行，一起唱出来喽。彩虹是希望的约定，也是最真的爱。星星莫飞，我们爱你到永远。彩虹是幸福的约定，也是永恒的爱。星星莫现场的小朋友，还有老师们，还有现场家长，我们一起用倒数五秒钟，倒数五秒之后，一起大声的说毕业快乐哦！五、四、三、二、一，毕业快乐！好，来，我们除了这个惊喜 surprise 之外，小朋友你们有话要说，对不对？好，看蔡老师的哦，等一下看谁最厉害。耶，谢谢大家。再次感谢各位家长的莅临，我们活动顺利圆满，祝福现场所有大朋友小朋友有个愉快的周末夜晚，谢谢各位家长，由你接走。好，那请两边的家长稍微等待一下哦。好，没关系，大家留在台上。再次感谢我们小班、幼班、中班的家长的莅临，也特别感谢我们大班家长来到现场，参与孩子们人生中的第一场毕业典礼，恭喜！好，没关系，我们让幼班、小班还有中班的弟弟妹妹好，慢慢的离开我们的会场。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家长，要离开课场的同时，请稍微注意一下你的个人随身贵重物品，你的衣服、你的外套、你的包包、你的手机、相机，要记得把备物放带走。那现在台上是我们大班的孩子，我们呢压轴最后一个离开。在这边也提醒大班的家长哈，那我们除了毕业纪念册之外，他的毕业礼物是吗？对，那我们先请大班留在台上哈，先稍作等待。那因为我们现场的场地出入口是有一个哈，啊，场地里面超多的掌声，谢谢，谢谢。那我们请大班的家长在这边的地方，那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圆满落幕。台上是我们大班的宝贝，还有大班的老师、文老师、石婷老师，还有什么老师，多拍几张，多拍几张。那如果大班的家长如果很有准备，花钱交易，可以用这个时间上，马上来没关系。如果大班的家长你有准备花束或者是交易，我们来感谢各位献上一束，谢谢大家。陈静老师，陈老师，我这里有没有送你的话？说好要真。